好兴咧就话回忆啊嘛，系咪先吓？嗰啲咩经典五十强啊，就不停做不停做咁样啦。咁所以咧，大家系好中意讲翻以前嗰啲回忆嗰啲咁嘅事件翻嚟噶。咁因为可能即系而家呢个世代冇咩值得讲，咁所以咧吓，以前嗰个环境咧，多嘢讲啲，系好多嘢讲噶嘛。咁啊，估唔到咧，灵异嘅话题上边咧，以前都系嘅，即系尤其是嗱，我虽然冇留意啦，嗰阵时都即系仲细啦，甚至乎有啲都未出世咁样，但系嗰阵时嘅报纸系真系。好多呢啲咁嘅鬼怪嘢系写出嚟嘅，即系可能嗰阵时候冇咩咁复杂啊，嗰个环境系啦，咁啊突然间社区少咗好多而家。而家第一即系冇，都唔够胆讲啦。一种即系虽然都有讲一啲鬼怪嘢嘅，有嘅，即系可能系农历七月啦。咁即系我时都有啲记者都会问下我啦，七月节嗰啲乜嘢都会倾下，或者 Halloween 啊都会，但系特定系呢啲咁嘅时间啦。但系你话牵涉到真正社区里边闹鬼嘅事咧，甚至乎哇讲紧。今日系啦，要讲嘅呢一单嘢，好，我俾大家睇下呢一份嘅报纸啊，《工商日报》1968年，好，我都未出世啊，1968年1月8日啊，好啦，咁讲咩咧？嗱，见到啦，头版，摆咗头版，无头猛鬼闯警卫室，当值警员当场吓呆，稍后巡夜帮板亦撞鬼，嗱。咁啊，講咩咧？就話喺九龍天光道咧，警察宿舍啦。咁啊，有一次啊，發生嘅鬧鬼事件。咁原來咧就係一個凌晨時間3:00。咁呢個宿舍裏邊有一個警衛嘅亭啦嚇。咁當時有兩名警員喺度噶，就話突然間咧就見到一個著住白衫嘅，佢當時仲仍然係覺得係個人啦嚇。好快咁咧就衝向呢個警衛室。咁兩個警員哇，梗係覺得喂咩料啊？3:00，做咩有個人咁樣衝埋嚟噶？咁啊喝止佢。停低咁样，咁但系呢个所谓白衣嘅人咧，冇停都不特止，咁更加直冲埋去，咁两个警员啦，哇唔知咩事噶嘛，咁啊第一个反应就系攞枪啦，正想拔枪嘅时候，嗰两个完全系唔喐得，俾人点穴咁啊，直情系唔喐得，哇你冲埋嚟，我拔枪唔喐得，哇咁啊吓到目定口呆啦，好啦，咁呢两个警员咧就发现咧，再望一望，哇呢、這个唔系人嚟噶，原来佢系冇头噶。即系净系见到个下半身嘅啫，冇头嘅，咁啊更加惊啦。咁但系好在又冇影响佢哋嘅，即系呢一个白影啦，冇话出去冲埋去或者做乜都冇。咁啊去咗边度咧？原来咧佢转咗个弯去咗另一个室嗰度。好啦，咁正当呢个时候，另一名姓陈嗱有名噶，即系佢有姓氏啦，最少呢、這个陈姓嘅高级嘅帮板巡逻到去呢个警卫室嘅时候咧，佢都见到呢个冇头鬼，即系三个都见到啦。咁啊！即时咧喺嗰刻，呢个冇头鬼咧就咁啱出翻嚟，就同呢个姓陈嘅帮板咧就撞过正着啦。哇！咁就唔见咗啦，即时唔见咗啦。咁呢两个本来唔喐得嘅，就即刻喐得翻啦。咁啊走咗啦，因为呢个灵体咁样啦。咁啊讲翻俾佢知，哇！佢头先系见到乜嘢？就系呢个冇头鬼系咁冲入嚟叫停嘅时候，完全停唔到。然后两个咧就所谓俾鬼，唔知系俾鬼砸啊，定系点样，令到佢喐都喐唔到。嗱，原来事后咧。就話呢單嘢咧，警察宿舍方面咧係要進行詳細嘅調查，究竟發生咩事？點解一個冇頭鬼係會出現？同埋原來係有三名嘅警員咧係完全見到佢出現嘅。好啦，咁俾大家睇下，究竟呢一個當年啊呢、這個警察宿舍嗰個外貌係點樣嘅咧？因為佢2004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拆卸噶啦，咁當年係咁樣嘅。天光道的警察宿舍，它里面有一个警察的当家的地方，我不知道它没有拍，应该就没有了。我想应该是拆卸前就变豪宅前，它应该荒废了一段时间的，又是都看到都残残旧旧这样啦，都是啦，有人有些回忆啊。我刚才看到有 chat room 的人说，喂，这个天光道警察宿舍都几万鬼的，这样说过，不知道这单是不是其中你会知道，究竟现在变成一个什么豪宅呢？是哪里来的呢？就告诉大家知道，这里就叫做半山一号了，就是何文田的半山一号，那就是很大座了，现在变了，有没有人住何文田半山一号呢？不过这个地方呢，就恐怖不是见鬼，而是很多全部都是放的时候都是要蚀钱的。
好惨噶，唔知系系啊，人哋赚钱佢蚀钱噶，呢一等嘢咁样啦，唔知佢风水问题定系乜嘢啦，咁啊就发生过一件事，咁就系1968年咧有报章记载过噶，咁一阵间咧，阿丁会讲翻单你哥哥做警察嘅事啦，系啊，好嘛，如果大家有兴趣啦，去睇翻呢啲即系旧有发生嘅事咧，我就会再去图书馆不停去揾翻下呢啲曾经记载过嘅事咁样，啊，已经手上面都有噶啦，譬如话嗰啲咩猛鬼桥啊，即系大埔嗰个猛鬼桥咧，哇！原来有啲报纸咧，佢真系影翻晒当时嗰啲人啊，嗰啲尸体啊咁样啦，即系同埋嗰阵时系比较点样讲啊？佢系啦，个保导手法咧系冇咁多约束嘅，即系而家就打晒架啊，咩尸体又唔影得啦，以前就冇呢咁嘅守则啦。咁你睇翻呢啲旧相嘅时候咧，哇，好鬼恐怖噶！即係個感覺，啲名字寫曬出嚟啊，嗰啲咁樣啦。好啦，咁啊，會陸續再同大家重温下香港啲曾經上過報紙嘅鬧鬼事件啦。咁當然有啲我覺得係未必真嘅，咁但係呢單我又覺得都三個一齊係啦，有曬名咁樣又唔似搞喎嚇，感覺上啦。好，我哋聽個電話先。呢位嚟自加拿大嘅朋友啊，阿 Anna，Hello Anna。喂 ，Hello Anna， 啊，我 Anna。喂，系啊，仲有思玲师傅，同埋丁丁啊。系啊，思玲师傅，我就系知道思玲师傅喺度，我先打俾佢。哦，系咩？好啊，嚟啊嚟。系啊，思玲师傅你好啊 ，Anna， 而家揾你求助紧嘅，其实。哦，你系咪？嘉宾你好，个女个男朋友。系啊系啊。哦，咁你好，呢单好得意喎，你讲出嚟睇。真系啊。系啊。哇！我就系要话，即系好似讲古仔咁啊，根本系而家仲未搞掂噶。嗯。咁話説咧，我個女同個男朋友，佢個男朋友咧喺呢度讀書嘅，我哋佢拍咗拖五年噶啦。嗯，我知道呢個男仔咧好乖、好 stable， 性格好好、好温文。嗯，咁咧上個九喺8月24日咧，佢哋去咗本地行。嗯，旅行4日3夜。嗯，呢四日裏面咧，呢兩個傻佬傻婆咧就全場都係去嗰啲教堂啊。哦，去嗰啲教堂度玩，好開心，不停影相俾我哋。咁去到第三日，即系去第三日咧 ，last day 嗰日咧，咁我个女咧就夜晚打俾我报平安，即系其实有都有嘅，打俾我报平安就话俾我哋听，妈咪我哋听日走噶啦，你几时嚟接我？走，几时嚟机场接我哋翻屋企？咁我话你哋两个点啊 ？O 唔 OK 啊 ？OK， 不过有我男朋友咧瞓唔到觉，呢几日都瞓唔到觉，咁我话你玩创太深就瞓唔到觉啦，翻嚟先讲啦。翻到嚟都冇事嘅，但系喺9月12日咧就晏昼出事啦。哦，个男朋友无啦啦自己袋住个银包，袋住个手提电话，就去到我哋 Edmonton 嘅 International 机场，自己 walk in 买咗张温哥华嘅机票，上咗架飞机。哦，上咗架飞机，完全我哋唔知佢发生咩事，唔知。上咗架飞机我哋都唔知，因为大家都要翻工翻学。咁跟住上到飛機之後咧，佢就失控啦。哦，不停，即系而家呢啲係警察話我哋聽。係，就不停咁雙手合十，不停畫十字架。哦，即係畫十字架祈禱。嗯。咁咧，仲要大聲喧哗，就話即係講啲係講英文嘅。嗯。就大聲就講 God 啊！即係講天父啊，不停講。但係我知道我呢個男仔咧，佢係冇信仰，冇任何宗教。嗯。咁跟住俾啲警察咧入莫曬孖葉，拖咗落飛機。係。送埋入醫院。即係要佢精神失常啦，咁樣啦，可能係。係啦，當然係啊 ，Anyway 而家都係嘅。嗯。咁第一時間又揾我女朋友，揾我女啦，因為佢屋企呢度冇人嘅。咁我女就好驚啦，咁即刻打俾我哋。咁我當時咧。咁我就問我喺個電話問個女，你哋去講呢啲咁嘅嘢，你哋之前有冇發生啲乜嘢？當我個女咧好冷靜落嚟嘅時候咧，就同我哋講，最後尾嗰一日，我哋咧喺教堂嗰度影相，好多人嘅。哦。咁佢咧就突然間有一個要求，嗱，我咧就跪喺度，雙手合十，你就地同我影一張相。咁佢都會影嘅時候咧，佢見到佢個男朋友咧對住空氣講嘢。嗯。咁佢就問佢男朋友啦：，喂，你講咩啊？影相咯喎！咁啊，男朋友答佢啦：，頭先我聽到一個男人把聲講中文嘅，就話啦：，年輕人，點解呢度咁多人影相？你喺度咁神心啊？咁個男朋友就答佢咯：，唔係啊，我喺度扮嘢嘅啫，我女朋友幫我影緊相噶，你可唔可以借你啊？嗯，原來對住空氣講呢句嘢，但喺佢眼中就有人嘅喎。
即係佢對住一個人講嘢嘛，喺佢眼中。佢聽到空氣有人同佢講嘢，咁我女就問佢啦：冇人喎、啊，我仲睺啲人行開，我先幫你影嘅喎。嗯。咁最後而家點樣咧？我就嗰一朝早佢入咗醫院之後咧，仲係神志不清。我同我老公即刻飛去醫院，係晏晝三點鐘。嗯，咁見到佢嘅情況係點樣呢？係你估唔到嘅。嗯。佢仲好笑喎，佢將所有頭髮 all back 掉曬頭。嗯。係好 gentleman， 佢望住我哋兩個咧，因為啊，佢係識講英文嘅，但係佢從來同我哋相處咁多年咧，我哋相處都係講廣東話嘅。係。佢用好流利嘅英語同我同我老公講英文。是說到是一個我會現在我在這裡生活，我覺得這個人是一個很 gentleman 的鬼佬。OK， 他還要是醫口醫鼻，跟著我老公呢他完全不會信，即其實你說信不信這些東西呢，他沒有，他不是那麼緊要信這件事的。他就跟我說，喂老婆，這個人不是他來的。嗯，他的樣子都開始變了。他是很不停地打十字架，在醫院打十字架，不停在那裡，是一個很有信仰的人。那我就問他了，你是誰啊？然後他就答我，你不會認識我的。然後我說，我不認識你，我認識你的、你現在搞什麼啊？你做什麼要嚇我們啊？然後他就突然間又轉回去，轉回去自己，我是誰咯。那我說、是啦，你做什麼那麼不乖啊？你做什麼嚇 Andy 啊？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緊乜嘢，阿姨。我話嗱咁樣樣，你乖乖地，你媽媽咧就俾咗一條鏈我哋嘅，因為其實咧，佢媽媽係一個藏傳佛教好虔誠，即係好信得好虔誠嘅。佢 anyway 喺國內已經係有即係捐廟啊，有啲團隊啊。咁、我就話啦，呢條聖物咧係你媽媽當年我去探我嘅時候俾我嘅，而家我要俾翻你戴，你乖，你聽你聽阿姨講，你要戴翻呢條鏈。佢咧又轉翻喎，佢揾手擋我，跟住我就話啦：嗱，你唔好擋我啊！總言之，我而家要你戴，你要聽話。咁佢又哦知道，咁啊戴翻條鏈咧，嗰一剎那咧就定翻少少啦。嗯，咁跟住我咧就好驚，我真係覺得佢已經係瀨嘢噶啦。咁我就 WhatsApp 阿 Cindy 師傅啦，第一時間，我係緊張到咧，我直頭 call 埋 Cindy 師傅，我話 Cindy 師傅對唔住，我真係要大搞你啊！而家搞到咁樣咧，我係好驚啊！咁當然師傅好好，佢即刻幫我睇，佢完全睇到佢係有一個外地跟翻嚟嘅靈體上咗佢身，已經上咗啦，真係。同埋佢屋上咗，阿師傅覆我係上咗身。咁同埋佢屋企咧，佢係租屋住嘅。咁咧，佢仲話佢屋企有兩男一女，冇得排三個嘅有。咁嗰一晚仲搞笑。我哋嗰晚咧又要去屋企攞啲衫俾佢換，因為我哋醫院咧係冇醫院衫著嘅。咁我啦，我老公同我女就去佢屋企。你知唔知佢當時咧係俾呢一個上身嗰個人咧係迷到點咧？係迷到將屋企道門開曬，開曬屋企啲燈。係。佢將佢屋企嘅嘢咧搗亂曬啊！即係潑曬落地下。佢連佢最緊要嘅電腦兩部電腦都拍咗落地下。哦。但佢自己住噶，佢自己一個人住嘅，租屋住嘅，哦，租啲 apartment 住嘅，哦，咁同埋個廁所仲搞笑，佢樣樣都唔攞，佢攞 gel 頭啊，嗰支嘢咧就係我個女話俾我聽咧，佢兩年咧都唔會用，因為佢平時用 gel 頭，佢摷咗支 gel 頭出嚟咧，係扮靚啊，最後係，跟住扮到靚靚咁，衝咗去機場搭飛機，是那個行為完全不是他來的。現在好了，為什麼現在花蓮其實今天都會出院的，這裡呢是捉了他去入了一個精神療養院、但是更神奇的一件事，我想告訴你千年師傅真的很厲害、他當日呢他請了很多、神事，即背後做了很多事，他就告訴我已經幫他請走了、但是千年師傅見到他裡面的身體是黑色的、咁但系而家點樣呢？我個女嗰日做完之後，我就同我個女講：，我先條師傅咧，我幫手清咗啦，你睇定啲佢先啦，因為我個女喺醫院陪佢嘛。跟住不出兩個鐘頭做完啦，我個女打俾我：，媽咪真係好神奇啊！佢咧而家醒曬，佢話俾我聽：，我而家終於翻嚟啦，
點解我呢幾日咧唔知浮咗去邊啊？佢話，嗯，唔知浮咗去邊，佢自己知道自己唔知浮咗去邊啊。同埋我問佢點解你要去搭飛機，咁佢就話俾我聽，有個男人叫我帶佢翻温哥華。哦，即係個靈體本來係住温哥華噶。嗯，我其實自己懷疑係咯，佢根本就想夾佢翻温哥華。咁、哦、但係而家佢就話，我話咁你點解你聽到一個唔識嘅人同你講？佢話唔知啊，我好似俾佢迷咗，咁搭飛機咯，跟住之後就唔知咩事啦，咁、嗯、樣咯。咁但係而家咧點樣咧？嚟到而家，因為佢媽媽咧即刻由國內咧搭飛機嚟咗我屋企，嗯，就因為佢本身有一個宗教，咁梗係由翻佢媽媽做啦。所以我而家都唔打攪啊，千里師傅啦。而家個仔咧就交翻俾佢，佢自己咧原來佢背後咧有一個團隊，佢而家不停咁同佢誦經。哦，佢將會中三個月經嘅，佢話俾我聽。O K， 咁而家佢呢啲由佢自己負責啦。但係而家我想話翻俾你聽，我屋企啦。哦，做咩？因為佢媽媽咧就由低温嚟到，佢13號已經到噶啦，到我屋企。哦，佢由低温嚟到，因為佢係一個好虔誠嘅藏傳佛教徒。嗯，佢由頭到尾都係喺我屋企唸經。你知唔知佢第二日唸到我屋企？哦，啲電器全部壞曬，會咁嘅咩？我真係唔知點解，係屋企 WiFi 都斷埋。哦，可能嗰啲磁場啊，即係係咪啊？嗰啲磁場有影響嘅，真係係啊！你知唔知仲要咧？你知唔知到第二日咧？我而家好驚啊！我瞓到半夜咧，我聽到兩次女人尖叫啊！哇！頂啊！我唔知點解啊！但系咧，我即刻同我老公咧，我聽到尖叫，但我老公聽唔到。嗯。咁我就巡屋啦，因為我哋屋企三層。哦。我就由我個女第一時間望下我女，唔係啊，瞓得好冧。跟住我就瞓翻，我好驚。跟住到不出3:09嘅時，又係聽到同一個女人尖叫啊！我唔知係咩嚟。有冇求助你嘅？即刻求助啦！唔使，因為佢哋都有人喺度啊嘛。哦。係啊。師傅，師傅，仲有我啲屋企人病曬啦。嚇！咁你同佢讲咯，快啲！我同咗天地先讲。唔系啊，唔系啊，你同你个亲家讲啊。哎呀，唔系噶，唔系男朋友。系。咁你都要同佢讲，你唔好再念经啦，大佬，咁样得唔得啊？你知唔知佢念经系念到？哎，仲有一样嘢，佢妈咪咧，佢直头话俾我听，我个仔咧系濑咗嘢嘅，因为咧，佢原来咧喺11號晚。佢打个电话俾佢妈妈，讲咗4小时电话。原来啊，佢妈咪话俾我听，知道佢个仔濑嘢。原来呢4小时咧，唔系佢个仔嚟噶，系佢外家嗰啲祖先啊。哦，不停闹佢啊！点解你而家喺国内咁有钱，都唔执下我哋啲山地啊？吓、啊，又会咁样嘅？我哋瞓得唔舒服啊！咁样讲咯。哦。即係原來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問題，都有問題，跟住就搞到而家個仔咧，可能有陰啦。啱先你話佢好陰，咁就連佢仔都上埋，係不停咁出出入入，嗰4小时不停咁有嘢出出入入。OK， 咁佢媽咪咧就肯定知道係嗰啲靈體，咁所以而家咧佢個背後嘅團隊咧就會將會話中3個月經。就去超度，同埋佢將佢翻國內咧搞翻好嗰啲山地。係。咁我就好多問題啦，點解你要搞啲後輩咧？咁佢鬼到佢陰啊？唔係㗎，係會搞㗎，我哋講過㗎啦。係啊，會搞嘅。所以我真係要，我話俾你聽，呢樣嘢係匪夷所思。我自己咧，我直頭係睇個故事啊，我覺得。係。咁而家我唔理啦，個仔我俾翻佢啦。係咯。咁我而家最問題，而家係我哋屋企咧。我老公又病了，我的女兒已經病了，即是你當傷風感冒啦，還有我想我們真的家裡都要清一清。不是，你等他先走了，他走了沒有？他沒有，因為他要，因為姐姐他要12月就 graduate 了，他現在要陪到他12月。哇，那你間屋即是說，啊，這個女士要在你間屋去到12月啊？其實咧，我哋尋日同佢講咗咧，我哋將而家佢唔係，因為仔仔間屋咧係唔住得噶啦，舊嗰度，咁我哋就幫佢睇屋，再住個即係搬過一間新嘅 apartment 啦。嗯哼，呢個禮拜應該收屋噶啦。哦，咁好啲。起碼11月咯。係咯。係啊。快啲拋佢走啦！
唔係拍嘢啫，即係麻煩你哋自己嗰啲研究。冇錯冇錯，即係佢繼續喺度住都麻煩咯。係咯，真係你咁樣嘢喺度念經嘅話，佢知嘅。阿 Cindy 師傅睇到佢係一個好麻煩嘅男仔咯，而家變咗。是啊、我個男仔係，即係我睇佢焦個頭啊，成、因為其實所有嘢唔係我做的，記住，係另外有師傅做嘅，咁、樣咯。OK OK， 咁就係、是、佢話睇到佢身體入邊黑色咧，我都打。係啊，係師傅啱啱幫我聽嘅啫、其實我唔知㗎。係嘛？咁但係其實而家仲有一樣嘢仲奇怪，天師傅、我本身係冇宗教嘅，佢媽媽嚟咗之後咧，你知佢而家變咗一個好虔誠嘅佛教徒。哦。佢而家識念經，識打坐，識寫佛偈。咁呢可能佢佢媽咪俾嘅力量佢咧，唔定咧，係呢個係佢由呢件事衍生，他著咗佢呢一樣嘢，都唔出奇咯。知點解釋唔到佢而家係不停每朝早打坐，但我諗係靜嘅，即係我自己相信佛教係靜嘅。係係。好啊，多謝你的分享，哇，幾得意啊呢件事。係啊，唔真係睇相咧，突然間焦個頭唔同咗樣喎。係啊，你有張相？有啊，唔知我唔知 cancel 咗，唔知 cancel 咗未啊？如果未都有，俾你睇啊。好啦，俾阿 Gavin 睇啫。好啦，咁啊 OK 啦，而家搞掂咗都交翻俾佢。我未得人睇，睇咗先又話俾你聽啊。未搞掂啊，而家我上阿 Cindy 師傅睇睇我屋企咋。好啦，好啦。即係大上俾 Cindy 師傅。係啊 ，OK。睇我老公啦，我睇咗福利啦。好啊，好啦，多謝你嘅電話先。唔该晒，多谢你，拜拜，好，拜拜，真系即系睇戏咁样，成件事吓。啊，嗰日真系好急噶，佢嗰晚系，系啊，即系成个故事起承转合咁样出现啊，即系可能又系佢本身就身体弱啦，咪就俾个蓝灵体咁样撞到就，哇，原来真系可以咁样令到佢即刻相机翻咗去家乡噶，可以系咁样噶，都真系。都去影個相俾我睇咧，真係係即係後生仔嚟嘅，其實係廿零歲嘅，突然間咦一焦咗個頭。即系嗰啲阿伯嗰啲变咗嗰个系咪飞机头嗰啲啊？阿赌圣嗰啲哦 ，OK OK， 好啦，喂，咁啊嗱，有单关于阿丁丁嘅阿哥嘅一件事系嘛？系啊，咁、其实系佢担心我，咁佢就话因为我做嗰行，咁佢就话我讲个故事你听啦，咁但系你话恐怖咧就唔系好恐怖，但系好，我觉得好奇怪咯，又系，咁佢就话佢哋喺接到一個 order， 咁就去，因為佢手北區嗰頭，咁佢話有一個燒焦嘅屍體，咁已經賣咗報紙噶啦，咁佢應該喺嗰啲叫咩箱啊？咩啊？即係好似嗰啲載垃圾嗰啲，唔係載屍體嗰啲，唔係載屍體，佢嗰、那個佢喺燒嗰個位係嗰啲叫好大架嗰啲咧卡通箱啊。貨櫃車，即係貨櫃車，係啦，咁佢燒咗，咁佢哋就要揾證據啦。咁佢哋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揾咗好耐好耐。跟住後屘佢話揾咗成幾個鐘都揾唔到。跟住嗰個咁佢就同個上司講話：喂，唔得，我哋如果咁樣再夜啲都揾唔到嘅。跟住佢話：咁好啦，咁佢哋就裝箱。一裝箱咧，佢哋再照嘅時候咧，就發現咗有條鏈啦。咁原來係個女性嚟嘅。咁就俾人哋強姦燒咗屍，攞埋啲錢，原來係兩個嗰啲阿叉做，即其實好似唔止兩個，好似三個阿叉做嘅。係係係啦。O K， 咁樣點啊？其實比較懸疑啲，即係佢哋要裝香先至可以到嗰度，即係先揾到咯。要裝香咯，係嘛？其實佢哋好信呢啲嘢嘅喎，都基本上。我都。我都聽到佢講過，佢而家咪仲係差人，仲係差人，我叫交貨啊！我得閒問下佢，因為佢嗰啲都幾奇怪嘅，係嘛？係啊，佢就見得多咯，即係佢時細個，我唔知係真定假啦。佢就話：我見過沙水道球場嗰度有個紅衣女鬼噶嘛，咁樣咯。哦，即係佢有時都有講呢。即係當差嘅時候見到。佢應該係 cadets 嗰時。哦 ，cadets 嘅時候，我沙嘴道。系啊，哦，就会见到有个红衣女鬼，红衣女鬼咁佢话，成日都喺度噶啦，咁讲系嘛，系啊 ，OK， 喂，系啦，我嗰日经过大坑吓，一带咁都啲警察哥哥都同我 say 个 hi 咁样啦，即系系啦，喂，如果有机会睇到小弟节目啊，各位系啊当差嘅朋友，喂，主动吓加下货啊，系啦，可以唔出名唔出样嘅，咁啊加文字或者啊录个声音过嚟，咁冇人知系边个嘅咁样咯。但我知道佢哋好多咯，系嘛。是啊，他們真的，我想因為第一，如果你做得幾十年以上那些，即可能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做那些，老差骨一點的。那時候更多。沒錯，反而那些更厲害，
即係佢哋係好想呢啲嘢嘅，甚至乎有時會閃下閃下啲燈啊咁樣，等到你揾到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屍體，那個即係嗰啲線索。哦，係咪啊？會閃燈啊！即係佢哋做嘢嗰啲台燈啊，嗰啲電腦啊，咁佢有講過嘅。係啊，係啊，即係天網恢恢咯，有啲嘢可以咁講啦，係咪先？好啊，睇下大家嚇會唔會可以回應一下啦。關於呢、這個頭先所講啦嚇，天光道嘅一個警察宿舍咁樣啦嚇。好，咁啊，大約係咁啦嘛，今晚你嘅經歷。我好少。O K， 冇問題啦。我第時問我哥，我再交俾你。好嗱，咁啊，起碼知道啦，即係受咗少少教訓。有時就即係嗰啲燒衣就要咁，起碼小心啲啦。即係今日，因為其實好多嘢我都唔知嘅。後屘今日講翻起咧，即係令佢開心嘅。因為而家佢屋企啊，同埋佢啲仔女，即係個仔啊，同埋老公啊，咁大家都開心生活咯。係咯，唔好似以前咁。嗯。有時啲劫好難講啊！真係咁啱俾你遇到一啲咁嘅事件。佢經過呢次，亦都知道原來佢老公咁愛佢，佢仔亦都咁支持佢。所以咧，有時人係需要經歷過呢啲咁嘅少少嘅苦楚，先睇到另一啲嘢嘅。其實會係咁樣嘅。如果你一所有嘢一帆風順嘅説話，你就忽略咗周邊所有嘢嘅。有時係嘛，咁都好啊。咁佢就求助，我哋都唔知佢哇，原來佢發生咗咁多事啊，咁長咁長篇，今日先講俾我聽啫嘛。係嘛？係啊。OK， 嗱，其實咧有幾張相嘅，呢幾張相咧就因為阿仙人師傅佢哋嘅團隊一個背後嘅理念就係話咧唔可以多事嘅，因為我記得我嗰次咧就話我拍過一啲相上去啲空宅上邊，我就問仙人師傅，可唔可以幫我睇下呢個德福嘅空宅而家仲有冇嘢啊？咁樣啦，咁啊得出嚟嘅答案就係話，我哋冇人求助啊嘛，係啊，冇人求助就唔答噶啦，咁樣唔睇噶啦，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嗱，我突然間都問一問你，因為我最近收咗幾張相，就係大家還記起幾年前南丫島嘅睇煙花事件啦，那個海難啦，咁人咧就 send 咗幾張呢隻船而家嘅模樣俾我，即係而家啱啱。嘅情況喎，拍咗喺邊啊？喺邊個位置啊？咁樣佢就問我可唔可以俾公眾人士睇下，睇唔睇到球？其實而家仲有冇啲嘢喺呢隻船上邊咁樣？咁我而家我唔拎出嚟住嘅。嗱，雖然佢係可以拎出嚟，但我就想問一問，咁樣睇得唔得咧？如果咁樣講，我要問下先都要。哦，即係都要問嘅。係啊。嗱，佢唔係求助嘅喎，即係佢唔係當中牽涉到嘅家屬喎。但是他就不知道在哪里拍了给我的，因为我要保密啦，咁样啦，即是他的身份可以保密，但是张相可以出的，咁样，咁但是如果得的话，就可能之后再拎出来给大家看看啦，好吗？即是如果有机会是需要可能得的，会不会就是其实可以都帮助一些仍然在这只船里面未走到的，是啦，那些众生呢，咁样，是啊，我都见到这都是挺惨的，因为那只船都这个模样，又会想起那件事，咁样咯。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啲咁樣嘅相片、你不妨可以 send 俾我，但我就要問清楚究竟師傅嘅團隊嘅上邊嚇、會唔會俾答呢啲嘢啦？咁樣咯，好嘛？因為好多我哋都好多嘅規限嘅都係。係啦、啊，咁樣啦，唔係話咩都做到嘅，有時會咁，有時可能係你哋自己本身嘅業啊，要受啊，要做嘅嘢，咁就要搞掂翻佢咯，咁樣啦，係咪？好啦，咁啊，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如果想揾仙人師傅佢哋，即係幫你睇一睇究竟發生過咩事啊，咁樣啦，咁可以打呢個電話啦，9883674啊，咁啊記住咯，因為輪候時間實在太長啦、你起碼要5-6 hours最少最少係咪？係啊，12:00 好啦，咁啊，辛苦都值，辛苦都值係嘛？好，時間夠，我哋聽晚再見，拜拜。不同的空间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